货币高啊，所以在用金环来货币高讲，哇，台湾人是你美国军事占领中，你爱发护照给我。美国现在是有三个土所在啦，一租约是39年，做个39年，三个关塔那摩啊，有吧？1998年美西战争，古巴挂美国，后尾啊，美国和古巴和平。但是美国要求讲关塔那摩湾爱做回39年不得走。第二个琉球的普天间基地39年不得走。这嘛是因为战争的关系，就是这个第三个做的这种内外的 AID 啊，39年不得39年。你所想嘛知影，但讲真正美国承认。一个国家对国家的时阵啊，看我讲39年，搁再多39年，迄个未成交吗？全世界会未成交的嘛？除了一个，就是你台湾外国人。啊，你知影嘞？美国租这个内湖这个土地啊，不是向中华民国租的呢，不是向政府租的呢。美国头脑要求好，伊就头发就伊讲用什么什么来租，你知不知？用。福尔摩沙基金会，啊，福尔摩沙基金会是啥物人诶？陈水扁，用福尔摩沙基金会啊，美国签约诶，39年搁在发展。各位，今日美国虽然咱无看到美国人，咱目睭看到，但是实际上实实在在，美国是还搁台湾诶军事占领，还搁存在，正在利用这个军事占领地。这个地位来征求、来反求、来要求咱的权利，所以哪里讲起来，我相信我今日讲起来，基本上这头壳内底，过去唔对，过去无清楚的，你渐渐会是清楚啊。所以我讲你未晓看报纸啊，你未晓在想，你绝对未晓看报纸，因为别人我捌知啊，我也捌。报纸给你写讲，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唔对嘛，在台湾是什么人？中华民国啦，跟什么国家断交啦？跟你台湾什么关系？那在自作多情。啊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对不对？嘛是唔对，是中华民国叫赶着退出联合国啦。所以中华民国台湾要加入联合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未解决啦，因为台湾要搁美国军事占领，你是要哪加入联合国啊？啊，那讲台湾要公投，对不对？绝对唔对，啥嘛？台湾两种人嘛，一种是占领者，一种是被占领者，一种是中国人，一种是本土台湾人。啊，这两种人难唔到底是要哪公投？美国咪讲啊，足清楚啊，啊，台湾人听无？台湾讲，啊，你美国是民主国家，我来袂当公道。美国讲骗一句话，咪甲伊讲啊清楚，讲你台湾人是叫做中国人，甲你统治，有两种人是台湾这个土地的话，你是咪啊公道啦？中国人讲咩啊？你台湾人讲咩啊？是咪啊公道？所以台湾人袂当公道啦，原因是遮啦。啊，你听无？啊，台湾要安怎？爱主地啦，不是主权啦。主权是殖民地，才叫主权。啊，讲台湾是不是殖民地？日本时代拄啊开始的时阵是殖民地，因为是殖民地，才会当和清朝将咱台湾来挂给日本听。那不是殖民地就袂当讲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这句话你听好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是讲你是国土。袂当分割，袂当挂牌，但是你若殖民地袂当挂，但殖民地予对方接受了后，经过若干年之后，伊若是咧当地实施伊个宪法，就是所有的人地位甲伊本土的人完全共款的时阵，伊就变做伊个国土。日本有将伊个宪法伫台湾实施无？有，但是1945年4月7日。含这个日本天皇的诏书哦，我来甲定个，我日本人，
日本人惊一条啊！你你弄这个物件，不是搞这个物件，在这所有的大型拢有签字、签字哦。所以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的诏书就是代表日本的宪法，是台湾实施。为迄一天开始，台湾这个土地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所以，有金卡和平条，不可能将台湾割予任何人。关键是这样，安尼有清楚无？有。你看，阿姐，你讲这个多。我卖个概念来听下子，讲。我差不多，你讲啥？你讲，讲唔住，讲唔住。那所有人口，人口很紧的，派人派人来给你按摩，结果是好多人。你那从啥时候无来以后，那鸡啊鸡啊无鸡母了，我跟你讲，啊无鸡母都无鸡家，那你是不叫按摩？所以这处理不妥吼，伊爱进来伊爱知道，我那好几个红车，伊爱进来搞，我是好多人。敢问啊，敢问啊！我想讲大方，我有问题，我来你讲者。啊，互你拍者，我敢不信。今日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是国际法内底是必须才会当割让。啊，那国土就是这样割。当时杜勒斯啊，他们讲已经知影，从这点才暗藏着。所以我头先有跟你讲，台湾这个土地所有权是日本天皇的手上。因为八关条挂这块土地给天皇，天皇并无将台湾这块土地啊放弃啊，是政府名，日本天皇是尊迄个神授的，就是神的土地咧。所以你听我清楚哦，我甲各位讲，拿用效忠这个武艺啊来解释这个国界啊，就很简单。日本所有的人爱向日本天皇效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嘛？啊，这样呢，日本天皇向谁效忠？没有人。没有。所以日本天皇没有国籍。日本天皇无国籍呢？所以我甲日本人讲，日本天皇无国籍，伊拢听着呢。你看下嘛？我那么听过，日本天皇无国籍，而且是迄个英国的女王嘛无国籍。啊，咱美国。一个美国是美国人，看讲台湾人无国籍，那日本人有同款嘞。所以我日本讲哦，日本人讲，是，后摆叫我听哦，你听叫你听，我甲日本人有同款啊，我拢无国籍啦。叫好气，叫好笑。啊，但是我讲我拢是发展的。所以这个代，这个代是真清楚的，是讲，台湾的地位到今日为止。无人研究，因为真侪台湾人读的是中国册，中国国民党给你的教育就是迄套，伊迄套实际上无法律基础，实际上是种自圆其说。等于咱个相信，伊讲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，你个相信，伊讲你的祖先拢是过去为中国走来，你嘛嘛。这样胡说八道，这是胡说八道。所以，我你看太极拳中立啊，我你来讲，咱一彻底，含一中国文化爱彻底啊。台语文，家己创作文字，我用你汉字啊，韩国人都会当做，别人也会当做，咱也会当做。咱是头脑未歹呢。这个人啊，真正是比中国人、比韩国人、别个人更加好嘞，咱嘛有法度来做，爱彻底甲中国拆开，甚至我讲，包括你嘛，你讲，新政府若执政以后，变来去欧洲、东欧，拆一寡国家，真善的国家，金头发的查甫，伊那个查甫，伊那十八岁才来进来台湾，可以过啊。不回钱，不回厝，啊！若甲咱结婚，不等于大礼物，搁甲最后哦，安尼要怎样？
后摆台湾的后台，我知道。中国人来看，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好啊。你这歹徒无用啊，你拢无机会啊。咱的后生，咱的查某囝才有机会啊。但是我相信人家迄时间，迄个时间啊，我讲的是咱的三十岁，咱的彻底来改变台湾的现状，把咱台湾变作敢若是是最是共款全世界上盖好的国家。咱敢若提美国人遐个投资，咱的国防。比个人爱付的呢，你看看，即马真侪基地拢是美军接管，啊，无卖武器，其实民政府啊，三年前就来美国，也上美军。我前两天有写一篇文章，文章内底嘛有讲啊，你美国未上国再利用中华民国的武器，因为中华民国是这你家己讲的恐怖组织，所以。因为外国不是像安尼尔，后年才过两点钟左右，继续，甲别人来差不多，今日非常多谢各位，谢谢，多谢。